天吃饭的钱是我爸私房钱吗？你知道了啊，几百块钱都藏。你别拼了，那吵起来真是。你最近怎么长成的了？还学会藏私房钱了？你妈的家庭地位挺高啊！告诉你藏哪儿了？告诉我藏哪儿了？那你说你臭怨哪吵了？这不单方面，你妈骂你不要吗？Later， 玩咋样了？虽然咱俩不是一个阵营的，但是你也不能坑我呀！我也没想到你有私房钱，你咋这么怕媳妇儿呢？我怕她，那叫尊重，知道不？那你把钱还我。那不是你请客吃饭吗？我不管，你要是还想跟刘瑶在一起，那你就把钱还我。我也没想那说，不过我知道怎么把钱赚回来。怎么赚？咱俩结盟吧，就像咱俩在游戏里那样。豆芽啊，我跟我同学下午吃个饭去啊。男的呗。不去了。这件事儿太旧了，哎呀，拉倒不去了。哎，没事儿，你小心进来。是你跟你男同学见面，你还怕一不救啊？那男同学怎的了？男同学我更得要面呢。那行，我跟你一块去，我看看你到底是见男的女同学。这干啥呀？我转了，要多少钱？哎，老婆给我转吧，我看看你小子要多少钱合适。死个大劲，200，我不领。给你转两千。妈，真难。没事没事，坐坐，分钱吧。什么钱呢？跟我装。不是，不是说好一人一半吗？黑着太阳，我找我姨去。哎，刘大，你看你这样，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拿来，这啥呀？你以后就用上了。你们居然骗我！你误会了，我这不是为了解决你麻烦吗？你看啊，你爸呢，现在拿到零花钱了，你妈也不吵了，我和你爸在帅土之滨里的盟友情谊更深了，我离娶你啊更近一步。我这都是为了肩负起这个家的责任呢。好吧，那辛苦你了，今天好好给你们设计。